啊，生命的那个。最前面那个应该是高级的，彗星跟移动速度，哪个移动速度啊？嗯，这个是应该要选，可能选，连选，选第一个或第三个吧，因为你的彗星感觉蛮低的。那第三个吧，谁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事？低すぎるのも悩ましいものだね。まあ、こんなに疲れているんだから仕方ないか。小苹果，我是不是要拿骑士冲刺？骑士冲刺，看你啊，感觉可以。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骑士换掉。我把雷剑换掉。他那个等于骑士冲刺可以让你有一段位移这样子。你要刷新一个看看吗？换货一次看看。这个很好，但是这个也很好哎、欸，看这两个都好好哦、喔。啊，这熊掌不是我刚刚？对啊，这两个我都觉得很不错哦、喔。完美技能可以获得五护甲，这个彗星会额外造成晕眩，因为这个彗星叠起来之后打，以后后面打会觉得很。你都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先买啊。买了你不能丢出来给我，哎、欸，对，买了又不用捡起来，对吧？好，买了在地上。OK， 你要补血吗？我可以帮你买个苹果派。我买得起啊。
ありません。そうです。迎え僕の卵のみ静粛に。総流水泳よっ神里水泉光。討伐となるがいい。
太难了啦，加了一堆根本就搞不过。我被啃死，有梦我被啃死。你好。可是这样语境很多哎、欸。有吗？我加900多哎、欸。我没看哎、欸，你刚按太快了，都没看到。你看你左上角啊，左上角留下1000多。我现在980。像。对呀、啊，用一下什么？メルシーの本店の誇る美しき生命体。彼女らとは良い関係を。僕はまた心を失った。痛い。全身の皮膚が焼けるような。心の形をした灰だ。本物じゃない。でも、モンスターは灰の中から心が生まれたのかも。你说先通关五层啊？是吗？不然的话，平庸不就是为了人？明显两关怪都不会痛，弄到后面痛成这样。こうもあっさり死んで、僕との約束を破るなんて。这不就我刚带的两个技能？那喷头蛮烂。灰の中には何も残っていないじゃないか。没有其他回旋手段了吗？哪一个？这个？应该先选第一个吧。不用啊，我根本就没在放技能。那其实从此我也不知道能干。你就当做一个位移的技能就好了，他就往前冲啊。新天道旗，哟，起，特，哼，哈，钢斩八九。我想要一般的补血功能，或是那还真没有。你就唯一补血功能就是要用彗星。特天也有。反正这技能那么难闪，我给他的手段太过分了。就比如说不能弹刀，弹刀就没力了。我光不弹刀，纯粹闪技能就闪不掉。剣の盤上見切りました。静粛に。主要是我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时候回来。双流水月，他东西也没有一个预兆，你知道吗？看不太出来。岩山派，さばきのいかず。触る。
相机还看得出来，他那种突然直接往你身上丢技能，我根本就看不出来。有红毯的还好说啊，没红毯的是要我明白。对啊，这就直接突然打过来，莫名其妙。安らかに。这就行了。私は下げそう。好大喽。天道万象。敵立せ。よ。揺らぐことなし。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。難攻。そういう水泳。よっ。看你啊，以前用过的话，可以把右台。三尺的修士。不知道是什么、欸。上面写的像是十八级、八六级、九级，不知道。ここよ。弱滅の時。見切りました。あ、もう可以直接毁灭世界的那一种。我很容易死到三十八。对啊。所以我都感觉很像很像很好。动力值，动力值很强。我觉得还好哎。我觉得审判没什么用，这个我会比较想拿冰雹。冰雹吧，感觉你近战的话就拿冰雹。然后那个凸起来的东西真的很够难。都要把那个还掉，不能收高一层。其实应该都给你捡，通通都有同样的东西。又是讨厌眼睛，好、啊，五个。我要是又下脚那里，我眼睛花掉了。哎、欸，看我没有，又下脚。不是他那换太快了。さばきのいかず、いざ、勝負。騒ぐな。よっと、神様、水友。風の神、我らが導きたま、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。頬を垂れろ。哎，这个蛮强的，你可以搭配你的那个你的冰球。要补血吗？还是？那不用补。啊。のイカズキよケンエよセよトセト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。海、私は勝った。総流水泳。よっ。と、せ、よっ。見切りま。
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いるな。裁きの怒り。安らかに。剣に誓う。いざ。騒ぐな。剣へよ。よっ。と。高き。私は下げず。褒美を垂れろ。你会急晕哦？我还不会啊。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配合我？这个是你要，哎，对，这个可以配合你。对，就是你的冰球，比如说你冰球不能换。我冰球也能换的。啊？我冰球不会换的。見切りました。我是想换另外一个。而且我要赶快把冰球强化上去，让他的 CD 短一点。三尺の修正。ライデンはただの人間に意識を変えられることは稲光、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風の方へ我らを導きたまえ。見切りました。とよし。とせ。と裁きのいかず。私は帰ってきた。静粛に。この身こそ永遠なり。総理を水泳。あなたを切り裂きましょう。安らかに。と、よっ。剣に誓う。イカズチの。哦，那个冰圈滚上去之后，火光要不？你说伤害很高吗？对啊。喂。喂。哎。早安。你报完了？你叫郭妈妈。郭妈妈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会使啊。你刚才吃牛肉面，饱无诶。对啊，好啊。見切りました。静粛に。剣へよ。グロンデソーリューシーエイ。这个这一刻你的武器超好强欸。好的吧。你要刷吗？不用吧，我也没什么钱。刷了，好，我换。我要想第二个，第二个要不要？第二个要不要换？不然你帮我买，帮我买这颗球，很亮，很亮。这个有加血的，看你要不要买。那我要换那个。看你啊，如果你要换技能的话，就换那个。如果你用不到那个砖头的话，我是真的觉得砖头很烂。没钱呢、啊。哦。
天撞我，烦死。哎，他怎么会一直吐啦？干！流星啊，感受到了吗？好错，我感觉我这关会死。给我稍微攻一下。可以啊，我就是不攻击就可以走。就是不行。我现在看到骑士我就跑，妈受不了，烦死安らかに。おお、もう痛い、もう痛い。風の神、我らを導きたまえ。三尺の修士、剣を呼び。我一直跑。好惨的。妈的，一直跑。私に答えるのだ。高き、私は下げず。第四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第三关。三关而已。要再通关一次第四关啊！我要拿那个手臂啊。
这个吗？哦，我看好像可以有。我在疯狂的实施。我人都没了。就这，我的造型。热灌注，我刷吗？看你啊，我是不需要了。这个啊，这个啊，买不起啊！啊！没想哦，我想说干这个也是蛮猛的，这个也可以吧？这个哦，可以了，也是可以了。没办法，买不起那个，只能先买这个。我其实很不会去闪怪。我真的很烦那个骷髅头。等一下有鸡腿哦，那我知道，我也会刮。好，拿个火力宝石。另外别的往进去了。他怎么那么快啊？因为他会进化。看到流星就知道我要去了。
かかれ、糸よ、工作せよ。ガンザン発。一下子弄完美，再不完美我就要死了。那这部其实敌人有够恶劣的，可以了，等下打完还可以再补。请问刚才又是火流星跑出来了吗？没错，技能伤害啊，你拿技能伤害好了，你的那个这那一个给你啊，那一个给你。太难了，适合我。那我知道，那你可能你的那个天赋要点那个不能点加生命的，可能要点什么进关卡之后会回3滴血还是什么。如果你要玩血流的话，執務室でペットを飼おうかと考えたことがあったが、日差しすら届かない場所で暮らすなんて。犬や猫がかわいそうすぎると思ってやめたんだ。我剩一滴了。等一下，等你还可以复活一次。你要确定？可以啊，我有开那个可以复活。他に何か言っておくことは？不能复活啊，可以啊。違法行為は。不是啊，打完他不就复活吗？有必要现在用？啊，我未必打得过啊。怎么会呢？你已经打过一次了呢。哦，哇，没烧掉。哦。かかれ。捕まえた。全身直走、入れよ。哎呦，我干死他了！我干死他了！天理直く。妈的！剣女万丈。行ってください。逃げるな。どうや。お。さあ、おらおら。どうも。我都不该穿啊，会失焦啊。把个讲过，第四关。
見切りました。難攻不やっつ。魔法巨柱，魔法巨柱应该还好，不用这个。板甲来了，小梦。好好。我知道你哪个了。应该选左边那个，他智慧宝石被打毙了。天道，ここにある。せ、難攻不落。もみちろん、ジアマクの惜しみ。いざ、見切りました。いや、ふ、隙あり、ふ。剣女盤石。それ、そう。いざ、はい、はい、無我の境地。サバキのイカズチ悪剣に近い難攻せっせっいざ勝負見切りました。岩山破壊も足りなくて天理チョーク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せせやせ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。ジラマクを惜しむ天道万象剣女ば風の神我ら導きたま。風の行く先をやっ隙あり。いざ稲光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さやってさばきの雷風の上だ天理チョーク難攻不落。風よ私に応えるのだ。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やった。そこ。さばきの一刈り天道ここにある。岩山発。逃げ道はあり。剣に近。干护理池啊！天道万象，难攻不落。稲光，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哎，你要那个伞啊？风の歌、雲の行くごと、天理チョーク。風の神、我らを導き。岩山。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。好、哦，有手臂了，找到马文的手臂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把他升级。没钱呐、啊！没钱，我也挖马毛巾呀。我只有接骨板跟冰川项链可以强化而已，但我也想强化接骨板。换毛巾啊！毛巾就算了。有东西可以打吗？没有，这里没东西可以打。